本月二十日，五点左右哈，一辆是中山路五段，与环市东路口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经民警赶赴现场来处理哦，为 A 车驾驶自小客车哈，沿中山路五段南往北方向直行哦，与 B 车在该地点哈发生的交通事故 ，B 车驾驶人经送医不治死亡，全案由本分局肇事原因调查中，另外本局后续调查发现那个肇事者部分哈有涉及到顶替以及伪造文书的部分哈全案在调查中调查后依规定来函送侦办。